不要这么搞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怎么搞？不要这么搞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碰，我没碰你，我没有碰你，我没有碰你。我招你，你讲不讲道理？你讲不讲？你懂不懂道理？你撞上了？你懂不懂道理？你撞我没有干，我没有撞你，我不会撞你。后边你撞的我，不会撞你，你推了我好几下，是不是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老百姓，你撞我！你老百姓，你老百姓这样，不是你凭什么撞我？你老百姓就这样啊？你老百姓这样，那哪样啊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看热闹的。你看热闹为什么这样呢？不是你还没完了？我们是工作。我都是看热闹的，你干嘛呀？你不是撞我？撞一下，跟朋友里道个歉就完了呗？你看你这没没脸。我赔什么钱？啊，你撞人应该是吗？你懂不懂？你是撞人应该吗？我怎么会撞他？我怎么会撞？不是人家冤枉你什么呀？你不碰我碰你干嘛呀？是不是？你还有没有了？别瞎撞！你有没有了？你抓那赔，你有没有了？赔道歉就不行了。你有没有了？啊？你有没有完了？不是，你想怎么解决？不是，你想怎么解决？你想怎么解决？不是，你想怎么解决？你碰了我了，咱们报警解决好不好？报警解决。咋回事啊？行了，得了，不是让的问题，这不是让的问题，他是干什么的？不是你碰了我，你倒有理了是吗？你把身份拿出来。你管我干？你管我干嘛的？你碰着我了，你还有理是吗？你不要动手，好吧？我没动你吧？我没动你。这你没动吗？啊？你这什么？不是你碰我了，你我怎么碰你了？你告诉我怎么碰你了？啊？都别挡，都等啊！他是干什么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一个朋友今天让我过来，我过来待会儿，看你们有别扭，就赶紧让你们。他是干什么？劝劝得了，行了，你老百姓会这样的吗？对啊，你老百姓吗？你是我怎么碰你了？你撞没撞？你也我怎么碰你？你这人不讲道理，人家我都不愿意跟你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太丢脸了，你知道吧？